来看到企业助学的消息，为了协助推广数位创意课程，圣诞集团捐出了 3D 列印机给国华国中，提供学生来列印设计成品，也实现了国华国中从创意发想、软体设计到模型实作的全面性统整教学。圣诞集团为了协助国华国中推广数位创意的课程，捐赠了一部 3D 印表机，提供学生列印设计成品，实现国华国中从创意发想、软体设计到模型实作的全面性统整教育。因为第一个就是集团已经迈入50年，那我们呢也长期关注就是在这个教育扎根的部分。那因为政府对于 3D 印表机的这个推展计划呢也不遗余力，那集团也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奉献我们的一些心力，那跟在这个教育产学合作当中，我们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的角色。我们第一台就捐赠。第一台的捐赠，全台第一台的捐赠。那因为在这之前，其实我们跟国华国中这边跟校长还有老师这边，其实我们已经做过很多关于在这个 3D 应用教学的部分的一些规划跟做一些研习。国华国中今年在机器人创作课程荣获了103年教育部教学卓越奖的金质奖。有了这台 3D 印表机之后，透过优异的建模能力以及简便的操控特性，直接列印成品零件，提升细致度以及耐用性，并且规划一系列的 3D 印表课程，借由实际使用 3D 印表机来创作模型，充分将 3D 的技术以及概念落实在正式的教育当中。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。